这是不干活。你上这儿上那上海上这磨上一块地，磨上最好。磨上我站着都磨得了。啊，磨上最好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说这个桩出了没有？这是不是干了？不是光那里干了，这个地方它也干了，看吧，它一直连着往里干，别留桩。你这不是引芽不出来了？有引芽，这说明能出来。你看树木，树是师傅，谁都不是师傅，树是师傅。你看这，假的是不出了，不出来还干了啊？这都不能留，不能这样留，这留着。看这，这啥都没有，你留着，这啥都没有。这你假的引芽就出来了，一刺激的就出来了，这不能留着啊！留桩干这不是干了？看这是不是都干了？就是你看你留这桩，不能留，清完它。你看，我从这个头上给你剪啊。这是不是没有？对，你这从这去掉，这不是没有？别留这桩，知道吧？哎，这看吧，你别这样留。有的时候这，那就是出门干活的人懒省事，他从这剪能使一个劲儿，从这剪能使三个劲儿，他就从这给你下手，知道吧？那出门干活的人那是。你看这都没有，啊，这都没有，对吧？这没有，这去掉的，没有，上不去。对，没有去掉的，哎，你别留，看这都去掉的，啊，这都没有哈，是不是？这个也不行，接不成，啊，这没有。你让它重新再发再留啊，这都没有哈，对不对？这都没有用，啊，这都是没有的，你别留，你留了你给它下去，你发的跟蚂蚁一样的，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找的麻烦，知道吧？看这样的，你看，这样的就不能这样留，知道吧？你给它基部给它输出。这看，这留一个弹珠延伸，这没有，知道吧？这没有，看吧。你看你留这装上了，这看你要是想让它进，你不能叫它往外走，叫它往里走，你可以临时这样凑合一年，这可以。你再留这个就那多余了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不能留，这没果。你看，你这样再一看吧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你别给自己找麻烦，知道吧？看这没有吧？直接就去掉了。这没有看吧？去掉了，这重新再发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剪上吧，留的多少果？留这么多条，如果说开完花钻上果之后没有果的，树果的时候定果的时候，直接一剪子给它去掉，这不能留。看这脚嘞，不知道哪有爆米花，看，所以说你就搞不清楚，你迷呢。你看这是第一集，这是第二集，这出来第三集，你看这都清楚了，这都不管了，第一集、第二集都定了嘛。第二集是七个枝，就不管了嘛。光研究这第三集，是吧？一二三去，一二三去中间。再瞅瞅一二三去两边就完了，我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弄，你不知道哪是哪，你没主次。你看你这都是弄着，看你剪着这，你该去的去掉。你看你不剪完，这不行啊，头不能让它大，知道吗？你越堵越不行啊，头不能让它大，这样子，头梳出来，我把这老弱，这是弱的吧，对不对？这是老的吧，是不是？残枝吧，啥都没有是吧？这都残枝，老弱病残，看吧，这看这是残枝吧，这是残枝吧，对不对？这不行，你看我给你剪完之后，你再看看，你这不要这样都给它剪到位，知道吧？这是弱的吧？是不是？这两个你看，这个叫它往这留一个就行了，这个虫还麻烦，这样的脚子都不留，啊，这样的叫它这样子留，啊，啊，这样的看这样装坚决不敢这样留。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这。哎，你再看看，给你讲完留着，就这都多。啊。就这都多。你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前面留这么多？你这里边空了，你这再去掉没产量保证了，知道吧？你要是这边有，我这还得给你提，现在这都不能给你再提了。你看你。